大家好，我是熟客老谭。我现在行驶的这条路是双桥子立交，我们沿着双桥子立交再上二环高架，我们看一看沿途成都的城市建设风貌。近十年，成都的城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它的建设、它的规划也是有目共睹的。特别是成都的城市功能的配套以及它的绿化，这方面是值得称赞的。成都的城市绿化面积现在是越来越宽阔了。我们在很多城市进行了一个与成都的对比，我发现成都这几年呢，它的绿化是做得非常不错的。特别是成都的综合功能，尤其是交通，成都的交通做得非常不错，它的交通管理模式已经是走在了全国的前沿。现在我们已经上了双桥立交桥的桥上了，在我右侧的这个大楼是万象城，左侧呢是景天府，这一段的高楼是比较多的。同时，成都的绿化和住宅小区的配套在全国来说也是走在了前面。好，那就跟着我的设备一起看一看成都的城市。设这个视频还是给大家分享在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评论点赞转发。好，再见，我是熟客老谭。